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打到另外区。两只巨齿兽，巨齿兽一次两只是真的比较讨厌，而且我已经被发现啦。沙地绝门外的追寻者，没破啦，快两小时，才不会、欸，我是在往那边走了，好不好？可是他要先打猎化区才能进啊。哦，我避开了两只巨齿兽啊，两只太麻烦了。我走那边，那边都有一些小吃的。就算起冲突也比较不会死，比大概。吓我！哪来这么多借口？还没有嘞，还没有借口嘞。真的好不好？认真的好不好？什么怪又来？哎，你们怎么都这么刚好避过我那个陷阱啊？任务栏都不换，没玩过地平线的人一定觉得你打混。我现在是在解这个任务了啦，什么任务栏都不混。没有打换嘞，那我的血又没了，前面又有怪、欸。我哪有说任务栏都不换？我说任务栏都不换，我哪有说都不换？什么任务栏都不混，什么任务栏都不混，什么任务栏都不混。你自己听错，不要怪我。一种 B 站的概念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有族人呢、欸。干嘛？
莫名的秒杀他，我会觉得换了，反正没还我也不懂。对，我是很认真的，绝对没有打混，真的啦。You don't know me, but can we speak? 可以啊。Could we talk? I'd rather not bother the Braves. Thank you. Now I know the kind of person I want to be, watching you. 哦，所以也是这种帮助任务。You saved me. I can't thank you enough. 继续。发现萤火，没有萤火，这边有被广头兽包围的萤火。不是吧？来来，我叫一只过来。叫一只过来。哎、欸，他好像没有很执着，一定要杀我。好，那就不要管他们。我也没有很执着，一定要杀他们。嗯，别哦，乖乖乖。拿这个开他的头会怎么样？伤害也不是很大，他不是怕撕裂吗？啊呜！居然他没打，因为都没变。哦，有啦，我正在打了嘛，都快到了，你看90几了，80几了。看看这边是什么？哦，烈化的长腿兽。雷电弱点。快补！啊！我怎么会抽他？那我不就让他醒来？
有我电吗？电这边，来，经过这，跑了。我看不到，然后为什么？因为直播跑不动，跑不动。我已经够没有电死了。帮你挑嘞，我的陷阱嘞，没了，看怎么办。Fort will let me pass over the mountains. 太惊险了吧！那为什么我会没有电线呢？我做什么东西耗损很多电线吗？居然没有电线。什么东西比较特别可以捡的？后面是一个湖。留言被吃掉了，我最后看到一个白熊，该不会又开始吃留言了吧？想起很久以前的阴影，曾经有一次，我直播了很久，都没有看到半个留言，然后最后发现大家其实在聊天室留言讲得很开心。牙口兽，可是，哎，我看不要挑战好了，这个三只牙口兽不太妙啊。不要挑战了，我们继续前往要塞，应该会放我们进去啊。那个都清掉了，炼化区都清掉了。
上次满心期待的走到这边。相信这次会让我进去了啦。再不让我进去，我就要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解药，而且我现在没有重电池，我只能用烧的。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